喂，房号先贴了。其他人全部迟到了，傻眼。我们不是那个吗？卡着。没有啊，至少还有个老对板呢、啊，至少还有个老板啊。啊。嗯，不是有吗？他不是说厨在哪？厨在哪？对啊。不是啊，就是你们加减乘啊。啊，不是先打先赢吗？不是这个意思吗？我的不是啊，是啊。嗯。人类，什么老师真的很厉害，乱搞乱讲话。你这样打会不会奈斯就说他不玩啊？奈斯是，我不知道啊，应该是 A 等要来啊，应该 A 等先打了。对啊，奈斯有打。哦，不是奈斯哦，我、哦、老看板错啊，了。啊，老板啊。第一个打是老板啊，然看后错第二个是了，Aiden 啊，第三个是看你啊，错了，要我讲三次吗？看错了，看一错下哦。奶叔出现了，哎，所以有他在，是不是我们不用动了？他不是难度15玩家吗？Nice！他对，卡结在果游是奶戏中，叔来。他卡在游戏中是什么意思？他卡在 Apex 里面，对，他已经被锁在那边了，剩老板了，阿绑老定板嘞，诅咒了，是不是？没有错，绑定诅咒了，人嘞，人类，人嘞，我将要继续刷裂空座了。哎，来了，可恶，关掉。嗯，没有，哦，老板出现了。对啊，我说来了。OK，我看到价钱珍珠，我后面想要补一句大番薯。啊，不是哦，你们让那个你们一个一个加一个减一个除乘，我真的是不知道你们在打什么鬼。所以我才问呢，少一个除，对啊，图就没要，干了。图就是要一个，反正四个人嘛，自己挑一个打。哦，也在 Hello。不是四个人啊，四个人我就没有了。是这样，你就打除啊。Excuse me？房号已经贴了，你们等你们进来。哦，整个翻了。不会啊，在底啊。是这种跌吗？哦，倒了，树倒了。他最多叠几个啊？三个。哎，为什么这次没倒？刚刚你叠第四个就整个烂了呢。对啊，我说最高是叠几个啊？我不知道。啊。对啊，四个不行了。树倒喽！哎，居然没有倒，可恶！哎，太硬了吧，不科学啊！什么太硬了？你看，哦，太硬了吧，太不科学！为什么你刚就倒没了？有，你刚手去碰到，刚手撞到它，真的啦，我有直播记录哦。没有，我刚刚真的一直在捶他。我知道，我说你的手去撞到，没有啊，你看我整个人都撞上去好，我了，贴直播记录给你看。我整个都撞上去了呢，啊，整个保龄球都翻了，我开剪辑功能吗？好像没有。静默安安，芝芝安安，明明安安，雪莉安安，弟弟安安，弟弟老安安，板。佩妮安安，欢迎安安，奶土三。哎咻！为什么啊？你还是你自己叠？我丢就啊！爆哎、欸！
居然是这样吗？对啊，你自己叠叠看。你买的东西收起来了。对啊，四个不行啊！你丢球看看。哎，对啊，你的壳，对啊，要自己丢。然后别人的就硬的跟 GTA 的那个电灯柱一样。冰之，海公哎，把你的东西收起来。还要哎、欸，还是哎、欸，收起来。镜子为什么要挡着我？啊？什么？在挑战打叠第四个，然后你就站在我的积木上面。不给叠、欸啊！有大佬哎、欸，是不是可以陪我解十五级啊？十五倍？是你们的，你看你们的都三转。没有，我要看你的手上的第一张喽，你小心一点。他的手上的臂章其实等级很低。诶、欸，对耶。因为他是以前玩的多，他是以前玩的多，后来玩的少。不是这臂章不是就是以前的等级吗？没有，他是更早期一点的。哦。对，更早期的。什么禁止大佬乱讲话？那还是可以啊。没错，老板是大佬。人家我是不是想，我是不是，又不是，我是又是双胞胎。这次不是我喽。我知道啊，老板的。我突然想到，不对，老板是也是用那个，鸡鸡又双胞胎了。嗯。哦。嗯，没事。双胞胎要看 B 站了。起雾，头盖永远是最后一个进来游戏的。对啊，那也跟我以前的电脑很像。没有，不像，它真的很慢。没有，我以前真的是，我以前电脑配备很高，可是永远都是最后进去的，不管什么游戏都是。你的网络 SSD 没有哎、欸，我500枚，而且我 SSD 也是装对地方，当时就很迷。哎、啊欸，你的头灯怎么是三级的、啊这个？完蛋了，玩三级呀、啊，要瞎了，不行，要瞎了，世界毁灭，又安安，小雪安安。啊！吓了吓了吓了！客厅没有冰球。我烤肉吗、啊？没有，没吃，没有烤肉吃。走吧。走。哦。客厅没得躲。隐藏在地下室。小明，你才师傅啦！我其实游戏已经开很大声了，但是都听不到你们说丢东西的声音，我真的很难过。哎、欸，哦，娃娃车库三个多点，全部都可以躲。做娃娃。被吓开了。早就找人，还没叫宝贝聊不停。娃娃，我丢门口。向地下室走了，十步。测一下。哎、欸，我们，地下室的人应该，我没有纸包的。地下室门吗？地下室的门吗？对。啊！跑不动，没有。啊？是里面还是外面的门被动？我不知道，我看你在玩那个门，我想说在看这个啊。正常指纹，正常。哦，是指纹哦。对。紫外线，楼消失了。好，楼上开灯哦，夜市的，小心一点。耶，这瞎了。
外线的，等他动一下门。哦，我刚没有看到灵球。没人带相机，先把它关起来好了。哇，有闪。OK， 应该很赢的。指纹嘛，不是。不是女妖，因为她的声音不是呐喊声，不一定啊，那不是几率吗？几率啊，对啊，那东西是几率的。真的，楼会进啊？没事，你就继续听啊，听到她叫就好了。上集我丢地上了。哦，小。关门哦，可以看一下那个正常的，所以两次动门都有阻止吧？是有拍到吗？有拍到指纹啊？嗯？门是你们关的吗？嘿，是这么个办法吗？动夜视进来直接暗杀鬼什么意思？有先把直光丢着上去了。你是应该扣蛮多的，居然吗？我是在那里，他没上来啊。哎、欸，对哦，只有车库可以躲。看一下李智啊，你在这个位置听得到吗？谁？没有啦，我在看书。我已经听到了。嗯。哪一个好了？又开了。嗯，正常。把、啊、那个提灯，如果他有吹，可以顺便拍一下。嗯，我想要拿夜那个点阵。哦，那个我们这个只有一个证据。老板有听到吗？老板。有。嗯。没事没事。你当了曾经的我。对 ，EF 也要拿哎、欸，看看会不会闪现。必定刺骨哦。嗯，吹。不像恶魔。活跃度没有很高吧？嗯，没很高。那就不太像。不太像骚灵。照片拍满了。他们感觉就好像只能等裂了。
把一个石狮，我把一个石狮架走了。嗯。等猎杀。哎呦。嗯？没有，直接在我面前开门。拿不到。我已经拿了，实际上我已经拿了。没有啦，我在拿罐子。哦。对耶，有的话应该喷的到处都是啊。什么鬼啦？谁在玩车？嗯。哎呀，错了，水。真等了，对不对？嗯，真等了。毕竟你也没有办法把 EMF 丢在这里，然后等它会不会凭空 EMF， 那个是魅影会做的事情，不是吗？哎，你怎么知道？我带来了。他影是传送前留下 EMF， 传送前，不是传送后，对，他是传送前留，不是传送后，所以这个是测不了的。没事。哎呦！鬼音啊！这也有手电筒吗？我去拿，嗯。这个也是在摆阵法吧？欸，我刚刚是把熏香那些丢地板吗？知道。给你，下去拿。好，火鸡熏香。欸。对。这个在开电视吗？你家这是怎么用的？嗯，你是说带去车上玩遥控器吗？对啊，对。测试有没有？测试结束有没有按键？因为猎杀当中电视不会响。帮你关灯哦。Miles, where are you, Miles? 平均70%。没事，还久。可以玩巫毒，好吧？其实也有可能是女妖了。门口，我丢在门口。但有可能是女妖了，所以不要太多人一起进来蹲比较好。Miles。除了我跟奈斯之外，还有谁是在房子里的？没有，是我不怕、啊，因为像刚刚说的嘛，如果是女妖的话，欸，我超爱遛鬼的，不要看我这样，我不怕鬼。就是不要太先不要太多人在房子里的，因为不确定是不是女妖啊。现在老板已经到50了，然后镜子跟奈斯都60。为什么老板的离职标题？大概你开搓了吗？还没吧？我搓两阵了嘞。哦，你有毒吧？他就是无毒王王，他就是毒。嗯，傻眼。而且我还没吃药哎、欸。没关系啊。就先，老板，你还在房子里吗？还在里面玩啊？对啊，没错。你先出去。哦好。那老板五一五他刚好49了哎、欸。啊，那老板你进来。对啊，就是你们都已经50了，哎、欸，奈斯怎么还在？嗯，有了，有你们都已经50几了。
不是，我也是五十几了，是不是？你是八啦。但如果是你要很麻烦呢、欸？没事啦，至少我可以进去看啊。没有没有，如果到时候如果他猎杀了，然后我们怀疑是你的话，就变成是你要去测试。好了，你们都低于五十了，平均五十，平均五十，然后我们也低于五十，那真的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要，真的会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可是我觉得不像啊，毕竟没鬼魂事件呢，到现在。No no 四十九，别冲啥？哎，出来了，还游荡了。常速，也没有别的，也没有速度会变的。不是鬼音。老板在遛鬼吗？对啊。如何又散得很快吗？嗯，还好。好了，结束。有散得很慢吗？也没，正常散。正常散不是幻影。那他有变形吗？没有。应该来不及看啊，可能在都上来的时候变。看看有没有东西炸光光，没有，只是烧灵。下面的玩具堆都还活着。我说少林，他是一个很瘦的人，所以他看到你也没有加速。没有啊，就是正常追我，因为可能是我蹲着吧，他一直追我，追我，欸、追我。哎、欸，他关掉了。关电闸。关电。拜拜。拜拜。剩女要更换腰了呢，这样子。所以老板他会追你是不是？对啊，你们出来看。烧了，十字架烧了。你们出来，我在。我要开电闸吗？那么危险。没有去开，我去开。我在车库还是？我开了，我开了。我在车库了。如果他在车库，他在车库追我，就是你要。如果他们追在厨房追的话，就不是你要。哪一个是老板？嗯，在厨房的。没有，就是我在车库。我在车库。哦，你在车库哦。我对，我在厨房。就分辨看看是不是女妖，因为他刚一开始追我。如果要知道是不是女妖，你躲起来啊！你干脆不要出来，你躲起来就好了。女妖，我躲你。那是我帮你撒盐了。好。反正你刚在外面的时候，你是50%以上的吧？我70啊。那没有问题。哎，关了。裂了。嗯。哎。他还在地下室哎。嗨喽，哟，哎，不会找我们，不找我们，不找我们。喂，过去了，过去了。哎，找你哎！吓我一跳，他为什么要看着我啊？你要的吧？肯定的吧？为什么有人已经站在外面了？他都没有看我点到了。他，可是他追的是你，不是吗？应该是的，对啊。我是停要很靠近，他追的是你不是吗？对啊，我想救人啊，我去帮忙找。谢谢。结果是女妖，嗯，然后他不秋瓜，没有鬼魂事件哎、欸。怎么办？蹲继续蹲吗？还是老板拿着十字架跟着？老板进去。拿着十字架跟着。就是你最里面那边有一个十字架，我丢在地上。
洗衣房的角落那边有个十字架，跟鬼魂时间。怎么了？所以我拿这下去。没有啊，你要吗？那你蹲着，你躲起来就好了，你躲起来就好了。插针不会有鬼魂事件，对不对？其实是会的。那在这边啊，有机会啊。沙巴，你回来。嗯。早。嗯。啥？你抽中了？是。嗯，还能开根呢。哦，鬼魂事件。可是我找到心脏了呢。啊？啊？有挡吗？没听到声音呢。这不是二级而已吗？是不是？对啊。不知道九十才是。我不知道。哦。神奇耶！发光了耶。是安安，别杀了，还没有时间。你这个不是的。OK， 应该是没事了。带着。啊，有要拍三星鬼照吗？这是没有相机，没有相机。相机吗？地上。他怎么这么久啊？因为是诅咒猎杀。哎、欸，刚刚不是擦光了吗？我不知道啊。太赤裸，是不是？重点是他还是没有鬼魂事件呢、欸。这算诅咒吗？你要你的哈呢？你的唱歌呢？应该是要秋瓜吧。下去吵他一下，哎、欸，他又来了，对，可是这个是，哎、欸、是哎、欸，刚好哎、欸，不会呀、啊，你，但是你按他应该不会吸引他吧？拍他，他换我拍吗？来，丢了，哎，你满了，你手上有拿东西吗？没有啊，哎、欸，拿起来有什么？下楼了。吓我一跳！上来了，不知道有没有拍到哎、欸？还是没有鬼魂事件。对啊，怎么办？直接走吧，我觉得。走了啊，辛苦了。走了，我们走吧。感谢我们的诱饵老板。对，终于不是我了呢。结果我是六鬼，结果中我。刚好就是你，这么刚好是你，所以我们也不确定。其实我原本以为是换妖诶、欸。又不是，毕竟没有唱歌啊。要拍照片。对啊。走吧，女妖。他一直不唱歌，我想说。好奇怪呢！哎，这个女妖不行啊！这女妖不行哎、欸！真的，这女妖不行，我还忘记找骨头。哎、欸，对，Adam 不在啊。那个记得调那个哦，二级头灯，感谢你了。老板，你没有按自动加。等一下。
那你们还有去玩定轨呢？八十五等，有三等的圣木了。可以，你们可以施展魔法了。好嘞、欸。我卡帐篷这个魔法已经够强了、欸。那就是紧急时刻，紧急时刻的时候，你给我定，别动。那我先卡上去。笑死。下雨啊。哎、欸，今天的任务没有拍三星鬼照啊？没有啊，没有啊。对，我刚刚想说，为什么会有三星鬼照？是什么任务？没有，我就是我那时候是问说有没有这个任务。哦哦哦哦。哦。我拿相机，我拿相机。我先不拿书好了。其实我有点担心啊，就是哪一次啊，我们来这个小营地的时候，然后是恶魔，然后我们四个进去了之后，他直接开场猎杀。有啊，我很常遇到恶魔直接90就杀了呢、欸，真的。我自己玩单人的时候有玩过啊，就是我真的是我开门一步走进去，砰啊猎杀了。不是你单人是制定的吧？啊，是啊。不然、啊、那不一样啊。但是我的理智是100%。哦。但我的理智是100%。我走进去一步，坑。考验被追的人的六鬼技巧了。叫你训练你六鬼。那我就再见了。训练这个耐力分配。对啊。我加息。紫色可以卡，蓝色也可以卡，两个都可以卡。哎、欸。黄色帐篷，有骨头，哦、有骨头。啊，你是找到骨头？没有，有土烟，有土烟也有骨头。嗯，那你可以直接捡骨头。捡好了，我拍好了。啊，灵球！哇，我足球飞进来，我丢的。哦，在里面。灵球的话还要再验紫外线，我丢的在里面。灵核跟寒温。就好，等一下啊！诅咒之物是啥？不知道，没有看。通灵板或者魔镜吗？我有看到吗？没反应，他那个算叫什么？通灵盒没反应。烟交给你们放吧，那丢在后面。不是，应该通灵板的吗？不是，也不是呢。通灵板都会放在这里啊。我有。娃娃吗？哦，娃娃。不是通灵板，不是通灵板。刚刚我说了，不是通灵板，不是召唤阵。哎、欸，脚印。你混。你拍。谢了。哎、欸，我拿你拍啊。你拿了、啊，你都拿了、啊。我说我拿你拍啊，啊你、哦、你都拿走了。反正在你身上。娃娃也可以拍一下。原来是 me。捡走，拿出去。我丢的。哦，算了，我还是放书底下。灭杀时驱散鬼魂。啊，拍那个灯笼，提灯，左边那个。吹熄的，好了。二星。是二星。为什么？哦。有蹲守拍吗？有啊，完全不知道了。剩下的是卡着等猎杀了，剩下两个任务都是卡着等猎杀可以解的。好了，没我们的事了，对吧？好。
两个帐篷。啊，对，我把十字架回收一下。哦，对。你瑞士。哎，不在哪？拿了，两个都拿了。哦，好。你干嘛走？卡住啊？我卡了。哦，他睡了哦。他找到你了哦。哪里？都卡、啊，都等那里就掉啊。Hey, I keep. Hey, Kim. Kim Camper. 不是你们灯开着。老板，你不要进。很主动、欸。不是那边的、啊。不是啦，发电机啊。把那几个灯就好了、啊。对啊。不是啊，旁边有灯啊，把那灯关掉就好了、啊。嗯，你旁边也有一束灯呢、啊。一棵树的灯在你旁边，你要关灯就好了。关灯就好了，不用这么危险呢、啊。因为你们前面都有灯啊。禁止。哦，哎、欸，我有哎、欸，我慢慢空了点。哎，我拿熏香，我去帮他们。Hello, Kim.Help us close the light. What the fuck? 欸，他图文事件。不是。怎样？你那么危险哦。我不怕啊。哎呀，繁星也变成大佬了。不怕鬼而已，没说很会找鬼。不一样。不怕鬼，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大佬的表现。Yeah, 他突然出来，还是会跳一下的。啊，不安安，都是啊，靠腰、哦、这样而已啊。现在图七开了，开快一年了，好久不见，可爱的巴布，那你还好吗？回去那边。你这是多少八仙？十四。然后猎杀了。对。你这次是什么鬼啊？有你。啊，他闹那边。我意外的个人。那是刺鬼吗？不像。我觉得他一开始的速度好像是偏慢的。反正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鬼的，不是吗？没有，我在猜说他现在是扮演哪个鬼。走啦，老板，舍不得。老板舍不得。离婚。很多好玩的哦，啊，那就好。咪咪啊，咪咪，啊，都叫咪咪啊，M I M I C， 咪咪。Welcome back. I've got some jobs ready for you. 老板，声音感测。Video camera， 什么东西？嗯，
又起雾，今天怎么一直在起雾啊？不知道是不是以前起雾天太亮了 ，bug 有太亮了。现在起雾天房子内都超级暗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起雾。嗯，拿相机好了。我有哪？你要相机吗？没有。我带你们去。我没拿。大厅跟餐桌没有灵球。哦，那是哪？我哪里？走吧。走吧。我去楼上。OK， 大厅可以躲。好牌耶！塔罗牌。先去开电闸。好，在这儿开了。哎，脊椎骨。厨房了好像，厨房吗？有好像没有嘞，但是不是啊，可是十度哎，看一下别的房间，是别的房间是六度，十五度，厨房吗？厨房十一度，啊，怎么运动感测器都不读一下？九度哎，确定。什么运动感头型不读？他可能不想读。哎，玩水，脏水，脏水。那来不及拍了。真的吗？这么脏还不行啊？怕怕哎、欸。怕会啦，不是脏水都有吗？对吧、啊？对吧、啊？有啊，哦。他关的吗？踩严了，踩严了。紫光灯照一下。没。没有。东西在哪？怎么了？互动。互动三，不错。灯。哇，又丢盘子。对哦，这个盘子，对，这个。有，我刚刚没看到灵球，也有可能他灵球这次的灵球很浅，我没有注意到。等一下，我测一下通灵盒。嗯，等我弄好之后。你关灯。啊，等一下，我去。好，离开，离开。好喽。没反应。9.7，7.2。哦，是我哎，他比较喜欢你。对，没有挂暗道，看通灵盒是吧？我去看一下。好啊。七九三五十。打火机没拿。有惨。你到有灯的地方了吗？哎，一直都在。58。55。53，51，乖乖的，52，50，46，摸了一，好嘞，摸了一，你要吃药的，嗯，
他出去了。哦，他出去了。哼，突然想到这张地图，昨天 triple kill。哎、欸，真的很奇怪哎，我只是出去想说把它引下来，你们就突然死光光了。对呀，那真的是太好笑了。那时候跟我们那一天的那一幕一样。没有没有，那个时候是他在楼梯间直接开裂，然后我们走着下去，所以直接碰到，这个不同。那时候是我们四个全部都躲在那个柜子后面，然后反正就是按了一下这样子，他按了一下这样子，我就是然后就三个人全部死了。我出去露头，然后按一下那个对讲机，然后突然他们就说：“哎、欸，我怎么死了？”我想说，我回头看到地上就三个熏香在地上了。不是三具尸体吗？你在眼中只有熏香啊！你在地上插了一个 GPS 给他。好呀，是在攻杀。可是他也没有进来，他是在外面杀人。嗯，对。走啊，进去啊！直接给他一个地标，叮叮，叮叮。哎、欸，其实照片拍完了，也不用特别吃药哎、欸。对啊，我刚刚想说，好像有点我再进去跟他聊一下天，等一下哈。进去跟他聊个天。去拿个十字架。十字架。然后把一个灯拿走。我那个脚那个。哦，在这，我拿出来了。哦，你有看到、啊？有、欸。嗯。摩洛伊啊，白痴哦、喔！风铃盒我放回车上。笑死！不要丢我盘子。噔。欸、我问聊天室哦，你们觉得今天画质如何？因为昨天发现我那时候电脑重灌后，就是它的预设那个解析度 ，OBS 的解析度那些都是预设的，我没有调。就昨天我们那边还在问这个东西，我说哦，我也没调哎、欸，然后调一调，因为今天应该画面解析度会高一些吧？还行哦，没有什么感觉是不是？50以下。OK， 那他可以列了。好，那好吧，没事没事。有丢东西，很活跃，很活跃，而且要灵异事件。我又丢，还要灵异事件啊！不要再丢了，有病吧？我还丢，他有毒哎、欸！我觉得可能需要用塔罗牌抽一下。应该还在那个餐桌，先等他列一次，然后看那时还是繁星要抽那个塔罗牌。繁星抽吧。怎么了？怎么我抽？就是看能不能抽到 Devil 啊，强制他触发那个鬼魂事件。哦。说的都是塔，真塔了。他在哪里啊？餐桌上。那你十字架放哪？还一个嘞，我来了。好像是连吗？没有，灵异事件，不用了。灵异事件，好，那我不用，那先不用抽。
他怕我拿十字架捅他、哦。还有一个在门外。哎，给你好了，我去尿尿，回车上尿尿。哪里？那还有个男生嘞，他像二楼躲。哦，你跟我下来。哎、欸，裂了裂了。我怎么觉得走速没很快啊？嗨 ，Hello。这走速是摩洛伊的走速吗？奇怪。不对。很快。平均多少现在？27。27。那偏快没问题、啊。偏快没问题哦，好吧。结束。还是我只会听零的摩洛伊了。他是有烧他吗？有啊，烧了，都解完了，都解完了。然后我还没选鬼证据被弃。然后先把剑塔罗牌。那我先尿尿。我正想跟他说。说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哦，你还在是不是？这样。当你的理智到在30到35之间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常速鬼，差不多。30到35是常数啊，可是刚刚是20几到18、欸。哎、欸，对啊，是他就会快一点点哦，好吧，比卵魂的复魂慢一点哦，1.8左右。好，没事没事。哎呦，我蛮理智的我。啊！真塔罗牌。扣你是全部都赢下来。哎，要降临了。Hermit。所以这次是日月牌吗 ？Devil。没了。没了。看来今天是日月牌，不是真塔罗牌。直接领。我等下进去按准备再去念好了，念在车上。What？ 走啊，魔了一，魔了一。在车上尿尿。Welcome back. There's some jobs ready for you. 哎呀，现在有三等了。车上有盐罐。哈？对吧？知道怎么来的了吧？What the fuck？ 奶酥。好呀，这个在走的这是谁的白痴哦？这是谁啦？刚刚谁在那个面板前面走路的？喂？喂，不知道了，老板吧？不是你就是老板呢、啊？哦，没有啊，那我也看到这个人了。不好意思，我来是老板啊，不然装死又不说话，每次都这样子，干有毒哎、欸！真的有毒哎、欸，这男人。你干嘛呢？嗯。哎、欸，说一些很奇怪的话，应该说我已经听不出那是什么语言了，应该是老板语吧。那我刚刚我说米利安安吗？米利安安，然后不要造谣，谢谢。什么东西？谁欺负老师吗、啊？没有欺负啊，而且不是老师。相机，大脑。客厅就没得躲了，很少看到客厅可以躲嘞。塔罗牌，既然，啊、那是、啊、我没有看塔罗牌，刚刚。要是去尿尿是不是？不知道哎、欸。好，我也去尿，上个厕所。What the fuck？
那我也要吗？啊，马龙是只有一个厕所，是不是轮流去哦？去尿尿了，他们。哇，电池快没电了。好的，收到了。倒给是不是？嗯，果然是老板。Hello， 我也叫不住啊，没还在，都还在刷。好，嗯，刷什么？这维列工作。好哦。最强的地下室车库不能躲。楼上走道不能躲，更衣室不能躲，然后那个冰箱旁边可以有空间可以躲。哦喂，地下室柜子也不能，但另一边有箱子可以躲。通个楼，楼把的电。嗯。完了，啥可以了？小天主还在外面。嗯，怎么了？我在外面玩指挥区啊。What？ 好，抓到了，有人在偷偷玩。我刚刚不是在刷裂空座？哦，哪里？嗯，怎么？二楼。然后他对你丢东西。二楼厕所。厕所。左边，上来左边，上来左边。哦，左边哦，白痴。啊！我是哈基。三星鬼照片。看，是要吓死人哦！这里吗？是牌哦，哪个牌？还是走廊？厕所。哦。玩门。没客，又玩门。没客，没有。二楼相机什么都掉地上了。没有，我觉得他进入调查区域后会变得很活跃，比较像差爷呢。没小印，没熟悉。然后不是赤鬼，因为他走过来，慢慢走到了。不是赤鬼。嗯，差爷是靠近鬼房会活跃啊。我记得有一个鬼，好像是你进入还是妖怪啊？妖怪是讲话不是吗？嗯。哦，对啊，是差爷没有错，我没记错。那我没有看走廊有没有灵球。那这个滴滴滴是什么？对哦，这样。关门。哎呦！
我看到花掉下来了。贝拉族没有脚印是吧？没有，我在玉龙看到花掉下来。这就跟我上次一样啊！我上次有捡过一个 Creeper。彻夜的证据是什么？灵球笔记点阵。玩呢、欸，两个都有玩、欸。关门。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怎么可能不怕？我都在你旁边了，人生最可怕的。哔哔哔哔哔哔哔。哎、欸，干嘛？卡林球？No！对，哈尼，你还关我们？不是，我想说，趁你赶快出来，赶快关他们。这个是关到禁止。对。礼貌呢？我有你妈呢？礼貌呢？哎、欸，剩两张照片，你们。你妈在哪？哎、欸，骨头，骨头找了吗？没找，58%，现在。哦，真香。怎么回事？找骨头，找骨头。真的很香菜耶，真的。我有在跟你讲礼貌的吗？哎、欸，我找到骨头了，要拍吗？嗯，在楼下右边。也不用吧，就他们一定有人没拍眼吧？哦，好，好，拿了。没有，刚刚说的礼貌是指繁星哦。不是哦，上来拍眼吧哦，你们两个。我拍了，就是镜子没拍吗？哦，没了没了，拍完了。直接等电吗？直接等电吧。好吧。嗯。对啊。哪里冰箱吗？破冰箱吧。哦，那次玩完了，拿了吧。太好腰啊，超死了。Radio。哪一间呐、啊？靠腰这间。应该是浴室旁边的房间。啊。换房了吗？目前还没有证据，对不对？没有啊。只是知道不是没有那个紫外线，对不对？欧尼还有测了吗？我按过了，一单人按过的。我也按过，也是没有。然后没有看到灵球。感谢小静的揪团，干小伟去睡啦！干小伟去睡啊！又是难搞的证据。多睡觉挂台就还醒着。啊，这是我们熊宝贝的，对。那么是被哈。
好，那个在上面。你会吓死？不会啊，那恐怖啊。没有，我是说奈斯啊。哦，原来跟他们没有奈斯在上面。在车上。哦，你在车上吗？对。The Tower， 击点阵灵球，点阵灵球。The Tower， 嗯，哦 ，The Hermit， 拜 ，The Hermit， 嗯 ，The Devil， 哎，好，你说 Devil 了。嗯，对，是礼貌吗？把你的灯给炸掉了。我问你，你是礼貌吗？灯炸了没差吧？啊，不是要等裂啊？灯开那么高。Fortune， 大伯恩。The moon food， the fortune。哦，理智很高哦，我已经去玩了。The Hermit， 是我娘，没东西。你这、就是你这是塔影牌呢？我好像听到你抽了很多的 Hermit 呢。The 不是前面的 Tower 的 Tower 的话，中间后面就有 Hermit 的 Hermit 的。所以说啊，你是塔影牌啊，真塔影牌。结果我的 Sanity 。剪完就补满，又变回原本的那个生理体。你原本是三十多吧？对啊，然后加满了，然后剪。那现在60多。然后还爆了镜子的厨房的灯。Do you want the light? No. 怎么就我一个躲在这里呢？嗯？不是啊，不是扣理智，你开这个灯，理智扣那么慢。看不到啦。啊？那看不到了，看不到什么？亮啊，很暗的，很暗。为什么要看？好，为什么要看？我需要看，我怕暗。不是啊，你这样子理智扣那么慢，没问题了。那你用打火机就好啦。打火机只有十分钟。没十分钟。那你等猎杀再关灯就好啦，如何？可以吧？什么意思？头灯啊？哦。秋口柚，雨林安安，如何？还是？好啦，你这么想关就关吧。关什么？你不是要把那个灯灭掉吗？对啊，关灯比较好办事啊，对吧？本尼，不然刚刚有个人把理智抽到100，那个抽到100的给我滚进来。没有，现在剩50几了。刚刚本来50几，突然那个平均70几，我就进去放书喽。哎、欸，来了，关灯哦。你来了是？哦，来了。常数哎。我说54、46，不确定是多少。多少？不是46到54。常数，那不是差一点了吗？对啊。哦，一定有通灵盒。
所以是58%以下的。你还有繁星。哦，小宝宝。你没有看他闪烁吗？有很慢吗？你有看得到他小子的，他跑去餐桌后面干，根本看不到他。啊，秋官呢？嗯，该走了。三度，换鬼房了。他应该换走廊吧？因为我好像看到他是走廊砍猎，然后换一个相机好了。不像哎、欸，你说楼下吗？20度。楼上走廊应该。楼上13度，2度，22度。14度，你不要猎哦、喔！你不要猎哦、喔！你不要猎哦、喔！他猎了，靠腰，隔壁房间啦、啊！死了，死了、啊！我直接，我在用温度计按到一半的时候猎。你可以顺便看他的那个闪烁速度。我知道啊，我看是蛮正常。正常吗？我跑哪去了？楼下了，下楼。楼下。趴着，你们看不到啊！我有点像刺鬼啊！哎、欸，宝宝，你这是学的？他上楼了，有点像刺鬼耶！刺鬼吗？对，忍受频率很快。看你的台，它不像哎、欸，不像吗？不像。好，但肯定不是换你的，确实。对啊，也不是换药啊。待会我再看一下它会不会再裂吧。如果还会再裂的话，嗯，只要你还在里面，一定会裂啊。没有，不好说，搞不好我是女妖啊。哦，你说他是我？老板也是。对，有可能是女妖，然后第一个目标是你。老板是五十以下啊，我也碰到五十以下的，又裂了。哪里？啊，你出去看一下。全部都五十以下，我靠腰，那再剩几管腰？不是啊，就进来嘛，啊，就是看他不理谁啊。宝宝，你站这。对啊，站起来他会爬了。就剩两管腰。哦不。那我其实有一下会有49而已。啊，镜子你就出来露个脸，如果他不理你的话，没有，我正在这，我一个人在里面，肯定会被追。我以为你，我以为他们在里面嘛。结束了没？还没，还没。还要下来。对啊。好了，结束了。老板，你50以下对不对？进来。嗯。奈斯先不要进吧，先暂定奈斯不是目标好了。过来啊，都去冰箱，都冰箱旁边啊。等我要吃一罐药才进来。你吃一罐药干嘛？你吃药就不要进来。好久，你说刚我死掉之后吗？因为会延长时间。有关过电闸吗？没有啊。你开灯看看啊。有吗？他关了。哦。欸，不确定。那他杀掉的时候才关的欸。摩洛伊雾影，拜拜。感觉不像梦魇。他的东西的频率如何？没不像烧灵。不像烧灵。
是要上楼还是下楼？烦死了！不知道啊，现在要讲真的。其实我刚刚想说，会不会鬼房一开始就只是在隔壁那一间啊？不好说。对啊，可恶！盖地址有被哈吗？没有。哎、欸，我有被哈，差点被哈。又来了，这次换爬的了。正常，他那个鬼，对，包的鬼会爬的站。嘿，没有哎、欸，你按喇叭，他往另外一边走哎、欸，他往地下室走哎、欸。嗯、还是妖怪啊。地下室在地下室。没有，上楼了，上楼了，哎、欸，又去地下室了，又下去了，下去了。爸爸，我不敢溜了，你要不要去溜一下？没有，结束了。可是哪次妖精了？就很普通啊。我不会溜鬼啊。有盐巴，不用怕、啊。还是我把盐跟药都拿进去给你。交给你的那是。你再练一下。他说给你耶。他说给你耶。你那么常玩，你再练一下六鬼、啊。我先走了。嗯，那么常玩，练习六鬼是必须的。对呀、啊，又裂了。啊，又裂了。我把一根针管跟。你去开麦啊！你去开看看他会找你。那、啊、你要讲话吗？还是不用讲？嘿，他要下楼了，他要下楼了。不对啊，妖怪有耳包到这样子吗？隔着一个墙而已，听不到。不是他下楼，两米啊。可是下楼到，哎、欸，他上来了，看到你哦。他会追我啊。去房间了，妖怪了。好啊，就妖怪啊。还被吹了，妖怪了。而且他的电子感应也很小，你知道吗？嗯，妖怪，它就是一个笼子啊。好了，妖怪吧，走吧。你要怎么样减肥？要怎样减肥？要怎么减肥？谁的？谁要怎样减肥？不要减肥。Welcome back. There's some jobs ready for you. 是老板吗？换了一次鬼房。只是上去。奇怪，为什么我们家小孩又回来了？不是说他不是说去台中三天，他怎么回来了？我两天啦，他哥哥。打电话，要骗吗？哦。没事，走吧。走。蹦蹦。
看一下，看一下隔壁台。喂。好嘞。可是刚刚你跟妖怪的距离大概这样子而已，耶，隔着墙，这样没两米吧？这样子，因为他下楼啊，下楼你那个墙壁，安安。其实你知道，Willow Street 那边的玻璃门在这里，对不对？对。然后大概车库的门大概在这里，对不对？嗯。如果你蹲在这里。然后你躲在门后，你按 B， 他会直接无视你走进车库门。他的范围真的非常的小。可是刚刚是真的只是隔这个墙，你看像这样子好了，你在这边嘛，你刚刚定向在这边，但他下楼就已经碰到这个墙了，哎。嗯，对啊。没事啦。他就是个笼子。我从另一边。可以进来。书房可以躲，这是书房。大厅也可以躲。嗯，哎、欸，大厅鬼，哭的，还是又瞬移了，是不是？还是又瞬移了，可恶！你是第一次放吗？第一，哎、欸，没有，我放很多次了。哎、欸，那我就有机会。哎呦，大厅，确定是大厅。骨头在书房。我去开灯，准备把它放一放。哎、欸，灯在哪？好呀，我在三人房吗？顶楼哦。三人房吗？不是，是三楼的啊。上楼吧，应该。茶屋间没有那个电闸，所以应该上楼。然后快乐宝宝跑路，晚安，晚安。没反应。开灯。加油，好，没事啦。恐鬼症不恐怖啊？嗯？为什么这边这个刀被丢了？是拍一下。等他游荡过来的。太难。确实有可能。没有脚印，不是幻觉。没找到。哎、欸，然后我刚没有看灵球，不是灵魂。然后才也不是没、嗯，他在这，他在这。我有放，去看看，在这里是吧？对啊，你，差不多在2米左右诶，确定是不是玉林？讲话，讲话哦，讲话，我讲话是不是？我去看你名字。没有、啊，我叫没有啦，他叫他讲话，高高安安。哦那我要说加油，怎么了？你要去抓了吗？有口加油！是什么呢？终于讲话了，你。哎、欸，讲话是不是？我要看你名字。78、76、哦。你要洗澡哦。75、74。给一个包包。哎、欸，你今天那样子有没有打扰到你啊？想说，哎、欸，你被挂的时候来上线陪我几个包包。78、74、不是伯乐伊，有11。三个点。
我召唤阵。我这边是11度啊。吹了吹了，那个上节在哪里？我拿了，我拿了。啊！你怎么拿走了？我拍召唤物。又吹了，又吹了。我拍骨头找诅咒物呢。比赛，对，我是听到你说比赛什么挖锅的，我才想说啊，你在比赛，我还叫你上光遇跟我抱抱。想说最近有听他们说 DBD 在比赛，怎么了？裂了吗？那你在叫什么？啊！我按错了啦，我下都按到那个相机了。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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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人能躲啊这里可以躲啊是定吗是很危险的、啊、所以只能躲书房啊我还不是换你这边也可以啊诶更早是被关了吗嗯，好，那不距离。去开。哎、欸，五级，好了，我到了五级。EMF 五，我刚好测出不是怨灵，还是 EMF 五了。啊，玉灵。那不像按你。哎、欸，有人去开灯了，是不是？对。好。开了。有两个速度影响的鬼，对啊。刚那个老板，你有被哈到吗？对啊，我40级啊。对，我还吃一个药。你40级？嗯。不知道你原本离是多少，我也不确定。我也不晓得。平均51到55。繁星要吃药了。你怎么把摄影机拿出来了？哦，要吗？还要放里面吗？没事没事，就丢下来吧。对啊，我想说，里面留一个3C产品就好了。哦，也是啊。那我是不是拉一组就噔噔噔噔噔噔？对啊。下里面确认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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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鱼台在里面吗？为什么 我在车里面看到四台？啊，我放回去了。那里面就留一个声音收音机就好了哦。对，可以没问题。声音感车器，好，干嘛？关我灯。时间没有关我灯。哦，好没了哎，没有什么可以灯了哎。就。想一下，等你治吧。鬼婴还要，哎呀，那怎么办啊？鬼婴的话要手电筒，鬼婴就是蹲，也是这样蹲啊。我拿出手电筒过来的。有啊，里面有啊。还差一张照片。可是，哦，好啊，我拍。是哦。啊，结束。丢出去。对啊，这样子的话，如果是哦，雷魂也知道哈，没事没事。嗯嗯，没事。十字架。哎、欸，我是不是在你那个位置有第二个十字架？啊，有啊。哦，好，我把捡起来了。关灯长？没有啊，我们关灯。外面的两个会有速度的影响，一个是脚步声，一个是闪烁。
有一个人可以拿着摄影机在外面看一下那个鬼的闪烁速度像不像是鬼。要不然再那是看。你看一下电脑，这样会看得到你的吗？还是我再把摄影有机吗？拿进来。等一下哦，看不要看。放心，有一个人在门口那边看就好了。朱老板，你说看什么？是我的摄影机啊，电脑。看是看得到。是，这样可以。哎，裂了。没有会看。卡枪还是什么糖叔。糖叔。哦，不是鬼音。不是鬼音，没有鬼。好，我现在可以看的。这很不跟刺鬼啊！嗯。我也会，不像刺鬼。哎，为什么不会有幻影啊？哦，指纹，对不起。不像是鬼，让他看。不像是鬼，那就很普通我在搞耍，哎，结束了。完美角度，有这样靠你哦。啊！我站这里可以看到里面的，哪个摄影机可以看到是里面？低于那二你十至二五。十五吧。老板进去啊！老板第十七八先最高。高老级板哦。跟那次进去。你三十四啊，跟我差，我比你低一点。看两个双胞胎进去哦。然后再进去啊。我进去啊。结束了。还没有数哈，好啦，你也进来啦，这边还有位置，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害怕。不用了。哎、欸，好哎、欸，结束了。这样又不像吗？奇怪，为什么我刚刚看他有有点变像形刺吗？鬼呀、啊？为什么我这边看起来有点像刺鬼啊？你在窗外看啊、哦？对。你们要不要烧他？烧他看看呢、烧啊？安的全一瞬点。间，它闪烁吗？没有，烧的时候就算3分钟。哦，好啊。看、啊、隔壁两个不会讲话、哦。因为我刚刚看，真的有点点像刺鬼耶。他，你有看到他哎 闪靠！闪闪吗？就是他，很像连闪一样。有，我就是因为有看到，所以我才我有，可是我不太确定，你知道吗？他太编了，太编了，所以我也不确定。我一直在瞧那个角度，
没有门是我关的。要讲啊！我在想说，怎么会关两次？对啊，门锁还没来。因为门是我关的。你给我进来！不要，我在看，我要看他闪烁啊。进来看呢，里面更好，有隐藏感呢。来了。看我，你怎么上楼了？他不给我看。Hello， 哎、欸，来了来了。Hello Hello， 我忘记怎么蹲。你烧了吗？烧了，烧了，烧了，意思。烧了要说啊。你刚关门没说。还要蹲哈，还是要蹲？还要蹲，还是要蹲？哎，没关系，一个人蹲就好。我真的觉得他的闪烁看起来真的有一点点像，但我因为看到他的那个时间有点太短了。我被不知道怎么虫咬到脚起水泡。哦不，还是汗疱疹。没有哎、欸，就一颗一颗一颗，就是它有点就是有点将间隔距离有点宽，有点长，有三颗，然后水痘的、嗯，然后是那种特别痛。道医，没事啊。你是说不知道鬼还是不知道我的症状？你的哦。我关门了。嗯。我开门了。小、哦。刚刚告诉我邮箱是什么？我刚刚一分半了。是鬼，好嘞，还好我有看一下。哦喂，开门，真的是还好我有看一下耶。好喂，老师你好棒，老师，没有不是老师，开窗户爬出来。就想着奇怪了，怎么看起来好像是鬼啊？他的闪烁速度。开门的瞬间，那个开门瞬间有点像是，嗯，首先是第一个人走出来了，哎，奇怪，为什么又走出一个同一模一样的人出来的？连续走啊，确实他也蛮活跃的。是鬼 ，Go Go！ 耶耶，老师越来越棒了。没有老师，没有老师越来越棒了。没有老师，不是老师。嗯，是我要讲呢。我刚刚想说我记得我按了、啊。其实我刚没有看。又起雾。今天怎么这么多雾？好喂、欸，好喂、欸。
哎呀，捕获鬼照片，运动感测器，让火，让鬼，让火吹鬼光。什么东西？他哪还在公司啊？不会讲话了。啊？我让恭维啊。客厅没得躲，然后没灵球。不是八音盒跟塔罗牌。哎，再试一次，再试一次。我留在车库，你找开了。应该是魔镜，应该是 bug。啊，看魔镜吧。哎，我来看看。好像是厨房哦。厨房吗？厨房布了吗？没有啦。地下室。哎，阿祖。哦，那也难怪。怎么了？看不了，切不了，对吧、啊？它粘在你手上了。没有，刚会不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水平就垂直线的那个啦。哦、oh。对，运动感测器它可以就直接往上测。我、oh， 还好没扣很多，吓死我！它直接粘在我手上。他表示不要走。不准走，进去！不是我。哦，对，车库没。车库两个多点。车库没那种。一层大道。莫天容易搞得一头雾水。确实，我觉得目前很暗。是啊，它是里面，它是地下室里面。哪一间啊？哦，左边那一些。哦，是里面了。对对对。我操你们开的门！哎，媳妇儿！怎么了？怎么了？吓人吧？好，他好像是……哎呀呀呀！哎，有声音哦。安宁河。对。哦，他刚刚。他炸灯哦！他讲了一句话，他就现形。没有，他讲了一个字，然后现形。可是里面灯打不开。因为他炸了，炸灯，炸灯。踩了，踩了，踩了。没看灵球，我看一下。哇！吓死我了！那是你出来的吗？没有，还没出来。没看到灵球。你在灯下吗？还是？然后有彩颜色吗？我在有灯的房间。OK， 那不是魅影。哦，那不是摩洛伊。不是摩洛伊，那可以测试看看呢、啊。那个布影。哎呦，怨灵哦。对呀、啊，里面那个已经被吹掉了。对，我没有动了，我只是很乖。有。好了，我拍满了，不对，去拿三箱。清香。为什么骨头在这边没有人捡啊？没人找啊！还没拍，好大一根骨啊！我有看到那骨头，还没拍。An elderly individual。这里有十字架哦。有啊，有十字架。
在里面哦。可是还有一个在哪里？好吧，没有吃鬼，找到了。有吗？里面有吗？确定有吗？有，这里，这里，看到吗？这里。哦。操腰啊！Elderly vic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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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derly victim.太满了，他跑到外面了，你知道吗？可是我还是只能在里面聊啊，还是你要一起聊？我来，不用的，跟他聊聊。我问他住哪几岁，心理治疗，这是住哪几岁？哎，你在哪？你几岁？我拍他鬼照，很不屈。要拍鬼照，他一直他一直哈，然后用白雾哈气。你是64。哎，鬼，快，里面。拍到。没有解掉。不是换你。An elderly victim. 51。58。靠。哎，雾影。雾影。我想说，这白雾哈也太大声了吧。好耶、欸！好耶、欸！任务也解完了，好耶、欸！雾影走喽！老屁！雾影这边，对啊，走喽！哈哈！老板，你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搞？这个怎么可以是一个大佬在刚刚擦药而已啊。哦，你擦哪里啊？你加一次加25而已，20而已。你擦哪边可以擦那么高？嗯，特殊部位。看你用哪边思考是不是。哪边思考就由你们自己自由发挥。嗯，我知道你一定是用那边思考的。哪边？这是那边啊。我今天听到一个很也是黄色的笑话，就是今天有一个工地的人去做工，但是脚不小心踩到了钉子，他去医院挂那个嘛急诊，然后护士就问他说：“你要看哪边？”他说：“他回护士说脚跟那边，然后护士就看了他一下，帮他挂了外科跟泌尿科。”有听懂吗？你再说一次。好，今天大叔不小心在抓鬼的路上踩到钉子。然后受伤了嘛，他去医院看医生，然后在挂诊的时候，护士说你哪边不舒服，然后 Aiden 就说脚跟那边不舒服，然后护士就看了一下，就帮他挂了外科跟泌尿科。脚跟那边不舒服，然后护士就他说是脚跟那边，他那个护士念成脚。那边，他拆成三个字听了。对，就是这样。有听到。对，他重点是那个文章，我看到文章是说，护士抬头，护士看了看，笑了笑，就帮他挂了外科跟泌尿科。不是看了一下，然后露出非常……哎，我戴这干嘛？他露出一个笑声。小鸡鸡，好吧。
没有看过就小鸡鸡吗？没有啊，什么小牙签？哎、欸，不是通灵版，哎、欸，是哎、欸、大招，直接开、欸欸、哦，大门，骨头在厕所，对，是大门还是餐野餐区、啊？就这边啊，这边这边，哎、欸，那个是野餐区，骨头在厕所。我去拍，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来野餐区啊，嗯，野餐区啊。厕所哪一间？我、哦、看到了。骨头，骨头，紫色可以躲，对。好、啊，诅咒之物是什么？诅咒之物是召唤阵。哦，好。哦，彩烟的，彩烟的，有没有紫光？有没有紫光？来了，有有有，脚印，脚印，脚印，有脚印，脚印，脚印。哎、欸，你帮我，你帮我，你拍，你拍，你拍。我拍吗？我没有相机。有有有有了，有现在有了。啊，没了。没 了, 没了，抱歉，小了，我很抱歉。没事没事没事。紫外线，我刚没有看到灵球。对，我没看到灵球。哦，这么活跃的吗？是谁啊？有很活跃吗？一开始就开那个嘞，炉灶、嗯、不算活跃吧，当时。嗯，是吗？可是刚刚，对啊。通灵很不好撤、欸，没事啊，有紫外线啊，找到了。啊、对的。我等军香猎杀灵异事件。嗯，我想一下哦，幻影可以拍照，或者是等猎杀的时候看闪烁。巨灵可以等他的跑啊啊猎杀，或者是看他有没有关电闸。女妖可以看，帮、欸欸欸、忙拍，帮忙拍，帮忙拍，可以看他有没有那个。幻影可以等他变形，鬼音可以啦。这次的鬼比较好变，哦、这次的鬼都是好辨认的。目前剩下的鬼里面只有一只是早猎鬼。我不确定我，哎、欸，我拍了哪个人，我忘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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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干嘛？结果结果，哈米。拍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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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丢掉了，他丢掉了，他丢掉了！来来，啊，完蛋了！啊啊，被他哈到了！啊，异形的眼。哎，我是站上来的。啊？什么？眼？你站什么东西吗？对。为什么你站上去了？那就说了。可是这个是挡住的呢。为什么、啊？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教一下、啊，看一下，我也要。对啊，你就蹲着，然后往角落，然后一直这样拉。哎、欸，我就这样去了。你看，上来。可是你好像有点低耶、欸。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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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哇，哎、欸，可以耶！太扯了。那等一下猎杀看你会不会死啊？对啊。光而已，光。啊，好烦。剩下有女妖哦，然后凡心跟奈斯已经快要58%以下了。让我进去。除非你们要撤的话，就不要再进去。除非要撤、啊，不然就不要再进去了。除非要撤，除非你们要撤，除非要撤女妖，不然就你们两个就先不要进去了。等老板降一次。啊？为什么？不是应该我跟 Nice 进去看？那、啊、如果突然猎杀就知道了吧？哦，你说找猎鬼、哦？对啊，是我在说啊。嗯、啊。啊？再说一次。我的意思是，就是。除非要撤女妖，不然你们两个就先不要进去了。不是应该我们两个先进去吗、啊就是？可以啊，就是都是一个方案、啊、方法，就是都是一个方法，这样讲之后，这样子你知道吗？不懂。
就是它都是一个方法，就是低的进去测也可以，高的进去测也可以，反正就是轮流啦。哦。对。哦，多好了。还有哈气。哇，那个是直接剩41%。那是躲哪里、啊？帐篷里面。帐篷里面。对。我刚刚想说有三星鬼照片吗？突然想想没有。可恶。59。嘟。一直播。对你那边是不是特别亮啊？没事，因为电闸一定要开着啊，不然要怎么测距离？没有，我是说，我就是，它那边亮是手电筒啊。哦。老板那边亮是手电筒。哦。平均有到40，哎，50以下，然后奈斯你这13%，所以如果是女妖，目标不太可能是奈斯。老板46-49。也是50以下。踢球，啊！我那时候一个人玩的时候，你知道鬼神在哪边吗？开我帐篷门，过分了。他身在那个白色帐篷后面，嘿，他就在那边，我就看你鬼在哪边，然后看一下啊，怎么卡在那边？就那只鬼是人家是什么吗？雾影。What？ 哎、欸，我想说，我曾经就是有试过那个鬼是卡在那个白那边的白色帐篷，那边的白色帐篷里面，然后我就看到他一直这样子，他一直在蹭门，一直这样走。然后我想说，诶，奇怪，怎么完全没有脚步声？难道是鬼音吗？然后后来第二次猎杀的时候，他走出来的，我听到声音，哦，不是鬼音。哎呦，有两个智障了，但还没有猎。哈气事件偏多。秋刮一次，40%了，还没裂。恶魔我先删，反正。哈哈哈，我也真的是你要进去找 Nice，Nice 我来了。拜托是镜子，拜托是镜子，求你了。我还用求的，我所以，我有礼貌啊，用求的，请求的。礼貌呢？戴在头上，高礼貌。到底？
这个人好难沟通哦，对不对？太扯了。十月一号嘞、欸。哎、欸，练啥了？我啊，结果我根本没有看。结果没有看，有没有看？老板吗？不是，不是幻影，不是。老板有理你吗？叫嚣他，叫嚣他。他在白帐篷那边。喂，过来 ，come here， you mother， b， 没有哎、欸，感觉不对啊， Hello. 他应该看得到老板呢、啊。好啦 ，nice， 那是可以去玩了。beep， 看来是先卡先。是你妖吗？你确定？觉得是哎、欸。我觉得我是觉得蛮像的啦。没事没事。幻影，反正幻影先删，幻影不是。然后不是换妖，我刚刚没有看到他变身。白痴，那不是等一下我还是要用熏香去烧他？哎、欸、对。哦好。没事，你可以卡在上面。对，可以卡都好。我一直在逼逼他。他在玩炉子。嗯，我要去看台了。是我吗？哎、欸，对，是我、欸，对不起，你看，你看，你看，抱歉，抱歉，我不该，我不会面对你的。点到左键。Hunting, please. 哎呦，不行。Hello， 叶莎。哎哎哎，像可以像我旁边看路。哎哎哎，嗯，叶了。你要管我的意思吗？没有，他没有要管我的意思。我烧他了，我烧他了，我受不了了。没有用啊，你要逃脱逃。啊，对耶，我还是要砍哦。所以是女妖了，没错。对，他完全没有要理我跟老板。好了，镜子可以进来玩了。结束了，镜子进来玩。所以繁星不能乱祈求啊！祈求了，目标就是你了。不会，下次就你了。什么意思？明明那次都还没有帮过目标。你要走这里吗？我试试看。试试看，一直往。没有，他说要蹲下，对对对，啊对对对，完成，成功。欸、你的比较高哎、欸，矮了吧？没有，蛮高的哎、欸。这样吗？很高，跟繁星一样高。对啊。然后更高了。更高了。我刚刚看老板卡是，他是一层一层卡上去。没有，我就卡在右边，然后再转走上去的、啊。对啊，你就卡右边上去，然后又开了它，然后又卡上去。对啊，我是这样子往上的。对啊。怎么还有蚊子？你吃力了？走开啦！看到你了。嗨。嗨。嗨，你好。嗨，你好，你好，嗨，你好，理我一下。哎、欸，我这时候马上死掉，是不是换你了？不要这样子，不一定会换我了。哎、欸，好哎、欸。就是。然后等一下，一个走下去，镜子哦，血哦，血，奇怪，你怎么动了？你怎么死了？不一定是我啦，不一定是你，但是他会开始猎杀场内的人呐、啊。啊，没有没有没有，他会找下一个目标。对啊，就是会开始刚好就三分之一就、欸。你不是有开连续猎杀的吗？对啊，有开连续猎杀，但是他会找下一个目标啊。对啊，对啊，啊他刚刚那两个站在火炉里面。一定会死一个吧？
大千大老师欺负学生鬼没有好吗？乱讲话，我们是这种人吗？十二点了，好哎、欸，那我不是要玩到一点吗？哦，可以吗？哦，你们可以吗？我 OK 啊，只是我的、okay 啊、我可能等一下会丧失走路的能力。什么？嗯，什么意思？没事没事。没有没有，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没关系啊，我们就管了、啊。是可以啊，啊，我是说我会丧失走路的能力啊。所以说为什么会丧失走路的能力？因为我在吃串烤，或者是宵夜。嗯怎么是玩这场？没事啊，我可以包卫生纸。你刚才你来我家 哦, 哦？你说的走路的能力是指你游戏中的走路能力是不是？哦，对啊。我说，以为你说的是现实的走路能力。我说啊，为什么？脚坏掉了，要过来我家。好吃的。中秋没烤肉，只能吃路边的烧烤。喂死你吗？肯定的吧，肯定喂干妈吃东西吧。如果你接受进口的四季豆啊，我吃过的四季豆，我可以进口的喂进入我口中的哦。好了，都到了，走吧。客厅，应该说大厅，大厅跟书房都没看到。欸、找到了，可能在楼上走廊或是那个客厅。这边的楼上在哪里？洗衣房吧，就洗衣机的位置。刚有照到。店家可能是又在三楼。哎、欸，对啊，走廊哎、欸，好像走廊哎、欸，这里这里这里。你看看。走是这边的上面或下面，你看又嘟了，有吼有吼。嘟，对，这里啊。走廊哦。我哎、欸，又关了。我关了。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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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哦，有那个。梦魇，哎呦，吹气了，吹气，吐气，吐气，吐气。有人为梦魇，为梦魇，有人在假装梦魇。我觉得他这个测量歪轴的真的是很白痴哎、欸，高度的。哦，你可以看他的灯是往哪个方向。对对对，但是他。往哪个方向？可是它上面只要有楼上或地下室，它就一样会照啊。等一下哦，冰箱猎杀十字架，看一下没出气，我通灵痕，下去。彩岩没出气吗？哪边啊？哦、那我可以不要动手等死哦，可以啊，我也可以啊，但是你要帮我控制 WASD。哎、欸，这里我这我这我这楼下有了，拍到拍到拍到啊啊啊！哦哎哦不，重来重开重开、啊，不用重开、啊，重开我受不了了，我想说这里吗这里吗？我想说你在哪边？然后一个啊，完了啊，同时叫就知道出事了。所以有大叔在我都不碰那个、啊、照片啊，又来了降级，不会又是女妖吧？唱的是歌的呢。哎、欸，你的假牙是不是放在腰带？没事。
那是狗。那个是他的肠子。啊，是。我们左手五根球点灯，没事啦，我们已经没有完美了。我们已经不干净了。恭喜，引起来，那你乖乖的。我让这场不干净了。哎，好的，熏香的，去洗一洗就干净了。真的好少笔记哦，笔记是拿来干嘛的啊？哪里可以做的？书房不能。奇怪，什么东西奇怪？我点阵啊！哦，我想要补充啊。什么？哦，有点阵哦。没有点阵啊。哦，没点阵。对不起，您拨的号码失控啊！没有，我想说奇怪，为什么好像少个点阵是不是？然后看到车上有人。哦。对啦，抱歉了。没事。他关灯。你在干嘛？你在假装魅影啊？梦魇不是魅影，梦魇。我是梦魇哦。为什么我被弹出去了？你被弹出去？我被弹出去了。谁啊？怎么可以弹我们老师？为什么？你断线吗？我断了。哦，难怪。我被弹出去了。哦。啊，你们也断了？没有啊。我刚想说，我放不了东西。炎帝的喷装。又变成熏香的样子吗？原地站着不动都喷装，对不对？没事的。那哪边能躲啊？我目前是没看到后门的。看来只剩下车上可以躲了。还有镜子刚刚摸过的滑鼠，怎么东西？哎呦呀！我这时间还有蚊子啊，气死人！怎么？再谈。哎，做到吗？我在头。头灯为什么我用不了？奇怪。哎，头灯也上不了，有 bug 的。我刚刚就静止一段线的时候，我什么都按不了。还是你们的藏 bug 了，还是我猜一个鬼出去接他？我来猜吧。好，君子你猜什么？啊？女妖。随便猜一个鬼。好。他唱两次歌，我猜他女妖，没办法。好，我们相信君子的第六个。什么东西？我需要重开房吗？好啊，我下次再给你重开。关肠子不干净。
软魂。软魂。哎呀，没办法，没证据。哦。他们长大后才敢吃青椒欸。小时候怕青椒，主要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幼稚园，老师说要带那个猪菜拿来当印章。就以前我们家人帮我挑了，就是青椒啊。87等，放在小盒子里面，就那青椒闷住了不透气，我一打开被那个青椒味道熏到，直接吐在幼稚园，我都还记得。哎，是伟力阳啊呢？伟力阳啊，伟力，不是伟力吗？是瓦力，伟力啊。哦、瓦力，维力，你怎么变成瓦力了？倒给，剩你了，倒给。对啊，长大的口味都变了。小时候不爱吃菜，长大开始可以吃菜啊。威力，你怎么变机器人了？威力，还变绿脸机器人？欸，我很喜欢瓦力那个清洁机器人。机器人？那只小小只的，是擦瓦力那个泥土那一只，那很可爱。嗯。你要去找衣服。找衣服。嗯，他说我没穿衣服。什么声音啊？老板，你这边装神弄鬼干嘛？我要把你右键喽。他等下插你脚跟那边哦。我不知道你在说哪个瓦力。你知道你说瓦力找衣服，我想到的一直都是《艾尔之光》的游戏啊。瓦力是那个迪士尼的那个机器人啊。我没有看过。没看的，好看。然后我会这样说，是因为《艾尔之光》里面确实也是有一个瓦力机器人，然后还有一个衣服机器人。该不会是？同一个吧，马萨嘎，不可能啊！艾尔之光是韩国的游戏啊，可是他命名的是台湾命名的啊。你早期游戏都喜欢命名一些谐音的东西，知道欸。警察开了，哎，丢东西，哪里？我听到有点像酒瓶的声音吗？酒瓶那无妨吗？等一下，哎，骨头，果然人，我不确定，但是我听起来有点像是。有点康啷康啷康，像酒瓶的声音。看看有没有东西被丢了，找找看有没有东西被丢了。哎，这间，隔壁这间，可能在上面，应该是在楼上哦，因为这还没吐烟。我看温度很正常。对啊，楼上。这里呢？楼上，可能楼上。
啊，楼上的声音传下来了。对。嗯，谁先过的？我还是蒙面啊。没有是新的。哎，谁关？谁动门？我。妈妈是哪一间？这间的转角是哪间啊？好烦。我们都没问题吗？还是你再下去测测看？我关门。等一下，餐桌没测过，看看。哎，没事。厨房呢？我回刚刚那间哦。哎，有东西。哎，还是在。还这边还是收得到哎、欸，工序间啊，软魂吗？我觉得有可能、欸，因为我还在刚刚那一间呢、欸。我觉得有可能呢、欸。敲玻璃，来了，那个玻璃，算了，别了。嗯，岩在哪？后面这个人，啊，有闪，没有，没有。软魂的话有寒温 EMF， 下透明盒，毒，跟透明盒，毒呢？我来了。彩岩没紫外线对不对？嗯。哦。你是多少啊？63。有一点微，为什么我的理智是最高的那个？我明明没有出来。可以进来吗？没有。有都。尊都假都。哎呦，这是敲玻璃的声音吗？彩爷，嗯。还有彩岩吗？踩了吧，对，踩了，都踩烂了、啊。他刚刚是走路的声音。一直要测通灵盒。通灵盒。我来的。没有反应。诅咒物还能？哎呀，诅咒物是什么？武士牌。我看老板现在躲着。纳尼？没啥，是诅咒物哎。猴爪是不是在桌子上啊？那个刚刚说的鬼房那个位置，桌子上。没有，没猴爪。哦。我记得他在斧头隔壁嘛。对，斧他会握着斧头。握着斧头。对，他会握着斧头。确实没有。你这是18%。嗯。我先出来了。深渊向导那边。难呢。因为我准备拿着。我以前是玩三小侠啦，但是那时候倒了，改叫艾尔之光，后面叫什么 啊？永恒冒险。三小侠跟艾尔之光是不同游戏耶。嗯，他们设计是同样的。啊，还有永恒之光啊，对吧、啊？那很早以前的东西啦，后面都改掉了。而且三小侠的那个红色头发女生是艾尔之光的
红色头发男生的姐姐。啊，那格雷拉有很冒险故事有不一样吗？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玩过永恒冒险、哦。因为我当时玩最后的角色是艾米，就粉红色的五歌姬吧，还叫什么？那最后面真的我没碰过，永恒冒险我也没碰过，所以你说艾米，我真的是不知道是谁。我还是觉得最初的艾尔斯更好玩，到后面的时候都在比拼财力而已。燕子中秋快乐，有没有吃烤肉？有没有被公司压榨？我那天看到你， okay, 你不要在那边扣李氏了，证据都还没找到。我那天看到你出现，找一下而已，你怎么就去躲呢？然后想问你事情，发现你已经不见了。就是那想说，nice、你应该是已经斧头找到了吗？还没，对不对？找了，已经去忙了。是你的张照片？没有，没事，我也没吃烤肉，我在吃烧烤。那谁还没拍过照片呢？靠腰啊！啊，给你了。还是你没有？我拍。哦，我发现你拍。你礼貌吗？我好像有拍一张哎、欸。我拍一张，但是我吓死了。我怕拍重复的，我被吓死，靠腰啊！哦，真爆了。对，我刚刚想说把那个提灯放下去，它马上吹。我放下去想说要点灯，然后它就哈哈哈，哇，这么夹，可能要老板拍、欸。然后炸灯，会吓死。然后叫老板拍，我忘记我拍了哪一个、欸。老板去拍，老板，不要再躲了。没反应，老板。哇。OK。OK。反正你知道倒 gay 是什么意思吗？倒 gay 吗？对啊，倒 gay。倒 gay 不是老板吗？头家、yeah. 对啊，我台语很强，我是住北部台语很强的小孩，老人的啦，所以你要跟我尬台语，我真的是没问题。怪怪的，白痴哦、喔，他那个也太像猎杀了吧，天啊！然后你烧他了，我烧到他了。哎，因为我刚刚看离字差不多啦、啊。他刚刚超像猎杀的啊，我以为是猎杀，你知道吗？对啊，陶哥拍照，陶哥。你是很没证据吗？在哪里？在那个啊，哦，在工具房。哦，老板是一开始就躲，就离开了。哦，一开始就占理了，那可能剩他的通灵盒了。那找不见了。哦，我陪他。要不要先克啊？我先救。我吃饱、啊。走。虽然我没有熏香，但我们可以走。嗯，你们走去哪里？我陪他去测通灵盒啊。哦。五级吗？看看温度，顺便拍一下。嗯，负，寒温是吧？刺骨，对，好了，乱混了啦，气死了。这么肯定哦？不打算再确定一下吗？可以啊，这边反正刚刚上次死三个人嘛。来啊！不要在这边按B了，拜托。我不会按啊，我现在没有熏香，不敢按。等有熏香再说。嗯，那个梯子下，啊、被发现啦、啊！超值不进啦、啊！记得看你字哎、欸，有个人。嗯，五十五。嗯，美女妖。
很冷。玩电法。玩电闸。关电闸了。玉林，拜拜。哦，不对，他关第二次。对耶，关第二次耶，对啊。45，他要上去53了。OK。梦幻多安安。固定50以下了。要听脚步声。哎，韩模那间有没有放那个声音？有。好。哎，不愧是你们。那我只好。哎，我画面在哪里？怎么都不练了？对啊，碰到32。要关灯吧，有2934啊，平均29，哼，哈，なんで？不对吧？不练啊？不是吧？不是吧？不是哎，不是哎，还是今天是一个鬼不像鬼的暗影。少了34是27，只能听看看呢、啊。因为有三个是有速度影响，不是吧？不是吧？哎、欸，燕子，燕子，你还在吗？你要八卦、啊、八卦，我可以赖你。还有更多的八卦、啊，我想说等你在的时候讲给你听。还在哦，好，不用打的。你来看 LINE。 欸 LINE 是不是要改名字啊，叫什么 YL？ 欸，来了吗？常速呢、欸、可是有点快啊。欸，不对耶。对，它偏快一点点，对不对？为什么不是你听不到啊？他上楼了。嗯，偏快。嗯，偏快。哎、欸，怎么加速了？哎、欸，对耶，为什么刚刚突然加速了？鬼房吗？寒魔吗？还是寒魔？加速，好像只能寒魔了。再听看看吧。好了，我失去你了。有时候，嗯哼。可恶，为什么我都听不太到声音？我游戏音量很……哦靠，我开到……我、哦、再开大一点点，然后观众被吓到。
还有什么啊？我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哦？哦，你开始很快啊，看不？我没有听到。现在确确实听不到啊。他们是在鬼房附近闹。再听到了。哎、欸，好慢。结束了，结束了。我去车上听。没有啊，已经结束了。嗯，都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嗯嗯嗯，啊，怎么那么像哈？刚刚一开始怎么像软魂？然后把它叫里面。不知道哎、欸。哎、欸，有点了，有点了。有嘞，脚步声。哎呦喂！老板嘞？吼吼吼吼吼！老板，嗯，快出来了。还没啊？等列完了，抱歉，等列完，等列完。好了。抱歉，那个门，我把你给拆了。这里是寒魔，寒主。他是寒主。你好奇怪哦，你在帮谁撸啊、嗯？那个动作。不好意思，我刚车上吐烟是有人烧烟吗？还是我吐烟？是。是的。完了，我眼睛。好了，这一场。啊。正环心没有点，哎、欸，你刚就有点，谁又乱动东西？没有啊。Last door， 下雨。老板，老爹，你是不是要挂了？我要睡着了，要睡着要说。不是，老板，你真的很累的话，你可以，你可以不用跟着一起跑哦。对啊。嗯，还好，我只是在。元神，礼貌。你在什么、啊？你在还你防灾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看你这皮很痒啦。快乐。哦，骨头，这里。你的这里是哪里？在这里。你的这里是哪里？我很明显，很明显，很明显。哎，他拉开的吧？这个是。我卡不到吧？哎。没有哎、欸。谁说卡不到？才是卡真正的卡布的专家吧？白帐篷，看到了浮烟。蓝帐篷吗？哦，白帐篷。白色。哇，好亮啊！这直接变绿的。没反应。不是梦魇，什么东西？不是梦魇，不是梦魇。他做了什么？他开灯了。哦。然后没有脚印，不是幻妖。我刚没看到灵泉，不是灵魂。海岩的，不是魅影。跑去对面呢、欸？哎、欸，这声音吗？我是帐篷又是谁？我还在这里啊！我、哦、这个好像是可卡不上去，是不是？可以啊。这个很卡，是吧？卡得上去啊，那只是。对啊，是这样。你拉着他，你只往前面冲。马上来！我打法。就说了，老板是卡布的专家。哎，关、欸！你没有关这个也上来。我刚刚是怎么上去的？冲啊！哎、欸，哦哦哦，懂了懂了。哎，等一下，靠呀！不是，哎，不要弄他。刚刚你们怎么卡的啊？拖一只，就转的是。然后嘞，我看，往旁边蹭，是吧？相信我。我投看，男孩子就喜欢玩这种东西。男孩子快乐就那么简单。到底。等一下啊，女士都算正常，七十。骨头跟、欸、外面也涂烟呢，我说我没有，还是他换鬼方了、啊？哎、欸，温度计呢？我手上。哦。哦，骨头还没拍哦。嗯，再找一下。这里啊。哎、欸，完了，我那个还没拍啊。对啊，这个还没拍。那完就剪了。然后是先忘了。如何？鬼房换出来了吗？你看，你看，你看。哦，诅咒物到底是7.3，6.2。好牌耶！
怪怪的哦，不知道。八点一。嗯。好奇怪呢。这边也吐烟啊。什么东西啦？这边也吐烟呢。换出来了吗？我到处都在吐烟。来看看。啊，里面7.3，8.2的呢，不是的呢。啊，抽的在吐烟呢。还没有哎，为什么？换别人帐篷了吗？哎，好像不是呢。哎，为什么现在丢东西？啊！欢迎定了，萤火萤火，是真的礼貌，太有礼貌了。还木头。啊，没看到哎、欸！我没哈，嗨，我是用大门关的，关门，对啊。我说哈，没看到哎、欸。里面有十字架吗？有放十字架了，然后平均现在是51。随时开裂的状态。奶酥克了吗？没有，没有。那你克一下。先让一下，我拿个生木。再撒个盐，等一下，先吃一下，再看。还在，还在，三度，三度，三度。哦，拆了拆了。嗯，关电闸。我看起来他刚刚应该在外面。开门呢？哎、欸，没关呢、欸，关灯而已哦、喔。不可能啊，关电闸啊！关了，关了，关了。哎、欸，可是是绿的哎、欸。bug 哦，白痴哦，显示。没证据哎。通灵盒。有看过是不是玉林？不确定。对，玉林，玉林不会换鬼房。玉林是会换鬼房，他只是换的几率比较低。对。他只是换的几率会比一般鬼低而已，他是会换的。哦。不知道，因为我看我但这个鬼换的有点太轻了，不太像啊，真的。因为我看说是不会换鬼房。有低于50咯。嘿。
恶魔我先删了。嗯，我没事。还是奈子手电筒。我刚看到一个超大灵球往上飞，等一下。想问一下，有人是点过萤火的火吗？他们吧。你们有点过吗？不是我。我没有。老板点过吗？我没有。啊？你有点过那个萤火的火吗？不要再玩黄泥黄灾了啦。没有啊，我也没有。一开始我一开始我点了也啊，所以你有点对不对？一开始就点了是不是？啊、哦 ，OK， 那没有问题，那不是怨你了，他没点。这样火都熄掉了。啊？什么？我说火都熄光了吗？对，火都熄光了。哦，好。就是因为我看到萤火那边冒烟，可是我刚点了那个萤火不能点，就奇怪。嗯。哎、欸，我就放了两个提灯过去，都被吹熄了，三次没有灭。还剩51%。哦，对啊，老板那边开始等等。对，爸爸那边怎么开着灯？那边碰不到，也一定要下去。老板，看一下哦，我进去，找个地方。好。我关灯了。我这可以躲。我喽。Hunting now. Go. 50以下。你可以叫他名字啊。速度有速度。啊，听不到，就没了。很快呢，结束了吗？怎么可能？他刚刚说没了，想说结束了吗？没有啊，还有啊。我站他面前，然后对。怎么可能？他刚裂而已。是我才想啊，结束了吗？不知道，我在车上没听到他叫。好，结束了。跑很快，他看到我。你那边有电器吗？没有呢。没有，不是雷魂。他的速度是从头到尾的快哦。应该不是寒冷。他好像看到我就直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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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巨躲进去里面。亡魂。你说我躲在帐篷里面哦？对。对，赶快。你只有20秒。好，醒了。OK， 现在就听他的脚步声是快还是慢的。我刚刚听起来其实蛮像亡魂的。哦，还是很快、欸，还是很快。是雷魂吧？不是啊，在老板那边他的速度是正常的、啊。哦，现在鬼在雷魂，偏快，从头到尾都偏快啊，差耶吧？你出来好像又变快了，变慢了，变慢了，什么情况？寒魔吗？里面不是鬼房了吗？简单啊，就是把那个电闸关掉，然后卡上面看啊。老板，
你先卡上去。关电闸再卡啦。有点危险。不会啦，他那么强。哎、欸，看图烟喽。对耶，现在是下雨，难怪他全部怎么地方，他全部地方的这个速度都这么快。你看。哎、欸、哎、欸欸，有哎、欸，有看到了，看到了，有，还摸还摸还摸。他吐烟了。他吐烟了，你有没有觉得很臭？哎、欸，如果下雪的话，不是他也是？啊，对啊，全区域的都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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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你有口臭，别再吐了，我吐回给你，嗯、啊。我吐给你，嗯、啊。开始了。有烧他吗？有烧他吗？啊、没有，你给我在里面待着。你还要再卡一次，你忘记烧了。Oh no！ 你忘记烧了。Oh no！ 换人。嗯？没来不及吧？饿死！我烧了，我按到了。哦、oh? 。那来不及进去了啦。那边是可以卡的吗？我来啊。可以啊，那就那你就继续在这啊，我在你下面啊。哦，老板，你快点决定啊，老板，快，老板来。那没事没事，你赶快冲。烧的人家在楼上啊。哎、欸，没有，他只要有烧就好啦。啊？不是啊，我刚刚女妖也是这样烧的啊。他要的是猎杀石，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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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烧就好了，大不了等一下第三趴嘛，不然再换下一个过来。笑死。Next。能关灯。就是真实的威力。来嘞，老板，你又要再玩一次了耶！你看，有啦。好哦。走掉了。快点走掉！怎么可能走？他不是绑起来的吗？怎么会走？是禁锢不是吗？你口臭很重呢，要看医生了。好，结束。哦，好了。按摩点喽，下班喽！有圈，下班喽！贼速，感谢，好喂，感谢繁星，感谢老板，感谢奈斯，辛苦了，感谢大佬，感谢老师。妙老师，好了，就开到这边啊！我明天真的很想不开，因为最近就真的很想吃肉，然后想说我想吃的是那种炭烤，然后是有加柠檬汁啊，加什么那种的那种。就是路边摊的那种炭烤，但是淡水不我家附近的好像没有卖这个东西，要去夜市买。啊，夜市我骑个车来回也要大概30分钟。啊，通常好像多久啊？六点半才开始有夜市。我在想说，你明天要开也可能要晚一点才能开，可能就也是像现在吧，10点后开。好了。
我们就休息了，我再带你们去好听妹子那，最近多听点妹子的声音。还是我去发发那边，发发在玩 Party Animal， 等一下哦。去发发那，去发发那边。好的，咪咪晚安，嗨晚安 ，AID， 有没有啊？等下来去啊，我们的安妮主播台啊。哎，大家晚安。哎，小猫好扯哦，怎么小猫会在？小静晚安，明天再来打好不好？明天啊，你要打再看看我在不在，再来点你。欢迎晚安，啾可晚安，洋洋晚安。小猫好扯哦，你知道我刚刚要就去谁那边吗？你妹妹那边。看，这个是维诺优西的频道，我挂着啊，偷挂。好啦，过去了，大家晚安，拜拜拜拜。哎，怎么关？哦，